这赶紧给弄下来啊，这不是个事儿啊。别咬我。哦。嘿。来吧来吧，我来试试。哎。我来吧。你会弄吗？哎呦。哎呦哎呦你俩这是什么缘分呢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么个操作还挺来。哎呦可以啊，缘分呢跟你。啥情况？你看，好了好了，可以别这么亲你。这鹦鹉还真成精了哈。说不定哪天就变成白素贞过来报恩呢。那你想太多了。哎，你别说傅振，跟你还真挺般配的。梦想还是要有的嘛，是不是？通过这次联合演练，我相信大家对不同地形的作战技能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OK。谢。接下来我们要针对在这次演练中所暴露出的各种问题，在以后的训练里做有效的提升，要用实战的要求自律，把我们的软肋磨练成我们的盔甲，绝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谁呀？谁那么阴阳怪气的？不会好好说话呀！给我出来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哪儿弄的？报告，刚才从天上掉下来的。刚才那两声 OK 是他说的？对。一点。他又说什么呢？说你蠢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报告，旅长，这个鸟他逮谁骂谁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废话，我能跟一只鹦鹉般见识吗？哟，这小家伙受伤了。对。刚才风筝线缠在爪子上了，赶紧送医务室，让吴军医看一下。回头啊，赶紧联系林业局和森林警察，让他们派人过来。爱奇艺 Chillax 里帮我的地当的在。